你妈闹到几点？太夸张了，一直吵，没事放假就来吵。你讲，你讲，你有本事讲，你打。是谁能够有办法来帮我们处理这个问题？已经长期，最少这个没有五年，没有十年，也有五年的问题了。我报警，反正警察也马上就来了。就是假日的时候，好，就加连休的时候，好天气，他们就跑出来。然后一聚集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整个路段，而且是双向，有机车，有摩托车，好，他们就这样子，然后甚至有在鸣喇叭。那我们就希望说，看是谁能够有办法来帮我们处理这个问题。已经长期，最少这个没有五年，没有十年，也有五年的问题了。那我们也觉得，如果你今天正想飙车，你不去找其他地方没有住户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长期都没有办法睡觉，啊，谁受得了这样子呢？我说我不要求什么，我只希望我的晚上能够睡个觉，都很困难吗？